在两位结为夫妇之前，本人在职责上高就需要提醒你们，根据婚姻条例所缔结的婚姻是庄严而且具有束力的，在法律上高是一男一女的自愿终生结合，不容他人介入。因此黎子坚先生、钟嘉欣小姐，你们的婚礼虽然没有任何的世俗或者宗教的仪式，但你们在本人和在场的嘉宾的见证底下，当众表示愿意对方为你的配偶，并为此签名为证之后，就会成为合法的夫妇了。咁今日咧就属于我嘅呢个婚姻。咁耐以嚟咧，其实咧我心里面咧都有一个偶像，佢有时翻屋企都会同我讲啲故事嘅，就系话，唉，谂起个仔唔知道读唔到成书，或者大个会照顾得到自己，揸揸下车都会喊咗落嚟。我每次听到佢咁讲，我都会觉得好感动，就系话有一个男人喺我背后默默咁支持住我，呢个系我爸爸。我多谢我爹哋妈咪啦。咁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唔觉得佢哋系咁锡我嘅，即系你细个嘅时候，你唔会觉得啊爹哋妈咪对你有几好，有几锡你。咁但系喺我读完中学之后，咁我心谂啊，我都其实想去外国读书。咁我都有同佢哋讲，咁佢哋又系好支持我。咁无论佢哋做嘢做得几辛苦，喺供我读书嗰几年，我真系多谢佢哋，一成日打电话俾我嘘寒问暖。喺嗰几年生活，我真系好挂住妈咪煮嘅餸、煲嘅汤，爹哋有时会暗我两句，但我都好怀念嗰段日子，好想快啲读完书，翻嚟多谢佢哋。喺嗰几年，我真系体会咗好多，好多谢佢哋对我咁好，肯支持我。喺度，我真系多谢爹哋妈咪，多谢你哋咁多年嚟养育之恩。我哋万众期待的一刻终于来临，各位嘉宾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新娘子由佢爸爸陪同底下进场。我请在场个人见证，我黎子坚愿意你钟嘉欣为我合法妻子。我请在场个人见证，我钟嘉欣愿意你黎子坚为我合法丈夫。